狼走出来，就一定要带着你走回去，一起走回去。赵志勇来搜查之前，我把他藏起来了。我知道那里面的东西对你很重要。箱子就在老董的车上，还给你。谢谢。这个是你的新证件，你以后就不叫沈清河了。如果家人问起来，就说我出到远门做生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了。在胡吉哥做了这么多证件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本会是给你做的。我更没想过我会亲自送你离开。